弟兄姊妹平安，感谢主啊、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啊主日的福建聚会。那弟兄姊妹，主日聚会是我们基督徒对荣耀的上帝的敬拜，所以每一个拜六，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那我们就要预备心来调剂我们的上帝。那亲像这个大笔，伊伫诗篇第四十二篇第一节到第二节，伊安尼款讲，那伊讲上帝啊，我的心切慕你，如若切慕溪水。那我的心刻想上帝，就是永生的上帝。那我就是会使条件我的上帝呢？那弟兄姊妹，那是我人的心亲像大笔安尼款，有一个刻薄的心，吼、哦，我人盼望大家拜六来个祈祷，来个主的厝，来个主的圣殿，我人会使来条件上帝。那安尼款教会定着有荣耀上帝的崇拜的聚会。那弟兄姊妹，除了这个刻薄的心，那我人也要有啊、以上帝为乐的心。甲感恩的心，那安尼款，阮人来甲聚会的点声，阮人的心就是满心喜乐甲感恩。那安尼款，阮人的嘴就会充满欢呼甲娱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盼望阮人每一个拜六来甲聚会的点声，无论是伫网上，甲是伫实体聚会。盼望我们每一个人拢预备我们的心来调见上帝，那我们就要学习来到主的面前，放下所有一切缠绕我们的代志，可能是你的家庭的代志，可能是你工作的代志，可能是家里的代志，我们就要学习来到主的脚前，将一切拢放下来，然后我们可以单单的来调见我们的主。所以今天下午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求圣灵充满我们每一个人的心，那我们求主让我们的焦点那不是放在我们自己的身躯顶，让我们来主会不是盼望，不是希望说我们可以得到什么东西，那盼望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乃是要将我们的焦点对我们家己的身躯顶转向耶稣的心顶，阿们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带着敬虔敬畏的心来到主的面前，来单单寻求主，来敬拜主。咱最近来祈祷，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。主啊，今日是主所定的日子，我们要欢喜快乐在其中。主啊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主啊，今日是主的日子，是祝福我的日子，我们要欢呼，我们要庆祝。主啊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主，我们祈祷求主的保守我们的心。主啊，让我们亲像大笔安尼款，让我们的心刻慕你。主啊，让我们的心刻想你，让我们的心预备好来调见主。主，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求主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，求圣灵来充满我们的心。主啊，让我们的眼目对我们的心顶转向耶稣基督，愿主的圣灵来引带带领充满我们的聚会，愿主荣耀的同在充满在我们的当中。主啊，让每一个人今天来到我们的这个教会隆重可以拄着耶稣基督，感谢主，愿一切颂赞尊贵荣耀拢归乎耶稣基督。感谢基督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，阿门。咱最近站起来，咱最近来敬拜主。大家平安，感谢主，我们一起来在我们的知性所来欧罗来敬拜你。
天才咱站起来来做阵俄罗敬拜，阮就为个真高爱上帝，信主的人真如何 ？Amen。心可期待耶和华的人真是有福，伊的爱是何等的深，伊的恩典是何等的大。心可期待耶和华的人真是喜乐，我欲用伊来唱新歌，用伊来唱新歌。人前道路有你来引带，拄着风雨也不免惊吓，只要用心来跟对你行，主的祝福必定满满。人前道路有你来引带，拄着风雨也不免惊吓，只要用心来跟对你行。家好必定满满，阿主的家好必定满满。辛苦的背也好花的人真是有福，伊的爱是何等的深，伊的恩典是何等的大。好天父耶和华的人真是喜乐，我要向伊来唱新歌，向伊来唱新歌。面前道路有你来引带，拄着风雨也不免惊吓，只要用心来跟对你行，主的祝福。求心肝，面前道路有你来引带，拄着风雨也不免惊吓，只要用心来跟对你行，就会祝福必定满满。面前道路有你来引带，拄着风雨也不免惊吓。心来跟对你行，主的祝福必定满满，啊，主的祝福必定满满，啊，主的祝福必定满满，啊，主的祝福必定。是啊，感谢天父上帝赐落满满的这个祝福，让咱人心中充满喜乐。咱人要亲像罗客无开嘴，来到主的面前，仰望思念主的恩惠，愿主充满更新洁净咱，让咱人举起阮的双手敬拜俄罗斯。有人也要用一生一世全心全人来献给你。阿们。
心渴望你，亲像浪渴望溪水。我的心仰望你，我思念你的恩惠。我的心渴望你，亲像浪渴望溪水。心仰望你，我思念你的恩惠。牵我到你至圣所，圣所，哦，我寻找你，领我进入你怀中，哦，我永远活在主爱里。我的心渴望你，亲像浪渴望溪水。我的心仰望你，我思念你的圣所，哦，我寻找你，领我进入你怀中，哦，我永远活在主爱里，引我到你至圣所。
全人献给你，以全心赞美你，举双手敬拜你，深深说我爱你，我的神，我的主，我渴望亲近你。充满我们每一个人，主啊，你知道我们是有时会软弱，有时也会害怕，主啊，求你的圣灵每天来充满我们，更新我们，洁净我们，感谢主，充满我，浇灌我，使我里得满意，充满我，洁净我，更新我，充满我，滋润我，让你爱来围绕我，我一生，我一世属于你。是啊，主啊，你就以为万军之耶和华，多一位君王，亲像你主啊。不管环境若歹，主啊，你犹原坐伫宝座顶，伫做王主啊。不管风浪若大，你拢会保护我们。感谢主 ，Amen。万军之耶和华，多一位君王亲像你，你的心思地，你的思维，看见你的见效无比。万军之耶和华。
一位君王亲像你，你的慈爱流传到万代，因为你的欢喜更棒。我最欢主，你是王，你是我们的主。主的话说，在洪水泛滥的点声，耶和华犹原的坐在宝座顶作王，对今时直到永永远远。主啊，这个世界的动乱，这个世界的失控，但是上帝你不会失控，你是那位实在、真在、永远跟我们同在的主。主啊，你永远我们在洪水、洪水泛滥的点声，你要赐福给你的子民。主啊，你要赐平安给你的百姓。主啊，我们相信倚靠主的人是不会见笑的。主啊，我们相信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，所以主啊，无论是顺境逆境，我们拢要来敬拜你。愿耶和华你的名
在这个世界的全地拢得到荣耀。愿主你的荣耀充满在全地，愿主你兴起你的教会，在这个末后的时代，有缘的为主来发光。所以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愿耶和华你的名在我们的聚会里面得到隆重的荣耀。感谢主，听我们的祈祷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阿们。请坐，我要奉主的名祝福你们每一个人、哦、来参加我们的、福建聚会、我们感谢主、哦、我们可以在实体和空中、最近来敬拜主。愿主祝福每一个在家里、看这个网上的弟兄姊妹，主祝福你们满满。我们感谢主，今天、我们的实体的聚会，我们有一个新的朋友、是这个、米珠的朋友，米珠的同事、我们要欢迎他、刘木兰、哦、很早我读作、花木兰，不是木兰、哦、我们欢迎你、听说你没什么会听福建，但是我今日祈祷求主的话，求主拍开你的心，吼、哦！主的话会使进入你的心，愿耶和华祝福你满满，吼、哦！其他甲你边头正手倒手头前后尾的人讲，看到你真正好。哦，感谢主，我能来个主的圣殿，来个主的厝，我能会使领受。也稳定也出爱，然后我们感谢主，吼、哦，在这个充满着条件的路途里面，吼、哦，盼望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，主的门徒，我们会使抓着主的恩允，吼、哦，带着信心会使向前行。那我们相信上帝古早安怎带领我们，伊今日有缘要带领我们，伊将来也要带领我们，所以。有人逐日吼，求主帮助有人仰头仰望主，倚靠主。有人相信这个风应定定会过去的，吼、哦，有人要靠主，有人给有人的力量，给有人赢过有人逐日的环境，赢过逐日所有的条件。阿门。那个来大家做两项的报告，啊，头一项的报告就是。我们感谢主，下礼拜六我们有这个林俊彦牧师来到我们当中来证道。那第二集呢，那是你和你的敌人、对杀很多年，那你有机会来抬你的敌人，你会去报仇吗？这就是我们下礼拜六要来看的，就是在撒摩尼基上第二六章，我们要最近来看讲，这个大卫面对这个扫罗王的追杀，那有机会杀这个扫罗王，那我们要来看这个大卫，吼，伊的反应到底是安怎款，那伊的报仇未？下礼拜六你就知了。OK， 第二项的报告，就是我们今日的主日的奉献，吼，有人。在网络的弟兄姊妹，你们可以预备你们的心来做奉献，然后我们可以透过这个背包来奉献给温伦也可以，不去班长也可以，那没背包你可以用这个银行的转销，小祥的我们温伦有温伦的户口，这个不去班长有不去班长的这个银行的这个户口，那有人最近来为这个奉献来感恩，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那位施恩怜悯的主，主啊，你是那位供应我们一切的主，主啊，你是我们生命的源头，主，你是我们祝福的源头，主，你是我们供应的源头，主啊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我们要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。感谢主，你供应我们逐日的需要，属灵的需要，
身体的需要，甲这个生活中一切的需要。主啊，我能感谢你，你是迄位爱我能到底的主。主啊，能相信信靠主的人是无欠亏的。主啊，能来到你的面前，将我能的奉献献上给你。愿主的接纳我能的这个十一奉献。感谢基督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。阿门，阿门。我能感谢主，今日我能邀请到这个救主堂吼，这个救主堂的这个侯伟强传道来到我们当中吼。那是你会知会记几啊个月前，伊来到我们当中，跟我们分享上帝话语。那今日我能真感恩有伟强传道在我们当中吼。伟强传道是救主堂广福吼，广福加这个福建。这个负责的这位传道人吼，感谢主，今日又来到我们的当中，跟我们分享上帝的话语，我们拍手欢迎伟强传道。各位弟兄姊妹，恁大家平安！在网上的弟兄姊妹，恁大家平安。所以今天真正欢喜哈，真正感恩。过一摆来到恁的中间，甲恁做阵来学习上帝话语。那弟兄姊妹，恁好无？好哈！啊，甲你边世人讲，有耶稣，达工嘛好。啊，有耶稣，达工嘛好。阿门。哈利路亚。好，咱大声来祈祷的哈。爱阮的上帝，阮过一摆要感谢你，因为是你的爱，过一摆带领阮来到主你的面前。来领受上帝的话语，就主，我恳求你的圣灵，这阵的运行在我们中间，来帮助我带着这受教的心来领受上帝今日的话语。我相信上帝今日你有要紧的话要对我讲，你的话要成为我的祝福，成为我的鼓励，成为我的安慰。我求上帝来祝福带领我以下时间，祈祷一奉耶稣基督的名。阿门。那今日要今日，我是要借这个机会，甲恁做阵来分享哦。诗篇一篇哦，上长的一篇。有啥人在甲我讲诗篇上长的一篇是多一篇呢？啊，对啦对啦，119篇。那内底有偌济则圣经呢？你知影无？176则。哇，176则。虽然你176则的圣经吼，其实呢吼，伊内底呢每8则就是小诗来的，意思是讲啊，内底176则咧，每8则就是小诗来讲。你讲内底有偌济小诗啊？是茫算者较搞的，较咪甲我讲一下。啊？有22小诗啊！哇，真济小诗吼。那今天呢，我要甲恁分享的是诗篇19篇的1则。到8则，以下就是头一首的诗。那写诗的人呢？那从这8则圣经一分别1到4则呢？甲这5到8则，其实呢是一个对比来的。那1到4则呢？伊要甲你讲一个原因。5到8则，伊要甲你讲一个结果。那意思是讲吼，那头一则伊安怎讲？伊讲行为完全。尊敬有花律法的这人便为有福。那使个人讲什么？咱尊敬有花律法的人，这人便为有福。那第五节嘅结果，甲你讲什么呢？要但愿我行事坚定啊，得遵守你的律法。你了解无？我那边甲人讲嘅是，因为咱行有花律法，咱得到福，所以伊讲什么？我得以遵守你的律例啦。那第二则伊讲，那遵守你的法度，一心请求你的，这人便为有福。那遵守你的法度，也这是一个原因。那第六则伊甲你讲一个结果，伊讲我看重你一切命令，就不至于见笑。原来伊要甲人讲的是什么？当你去遵守伊的法度时阵哦，伊要带来给你的是不至于见笑。第三节讲什么？这人不做无做这不义的事啊，
但遵行伊个道，那伊结果是啥物呢？第七节甲人讲，我学了你个公义个判断，就要以正直的心来称谢你。所以你了解吗？若是咱无做不义的事的时阵呢，咱就学了神的公义啦。那最后第四节讲，耶和华，你曾经将你的驾驶吩咐阮人，为要阮人骨力的遵守。所以当你骨力的遵守时，第八节甲讲结果是甚物呢？我必守你的律例，求你总无要放弃我。所以底下这边你看，当咱吼骨力来去遵守的时阵哦，你得到的是甚物呢？神无要放弃你啊！所以原来吼，在这诗篇119篇第一到第八节，写诗人伊要甲人讲一个重要的信息，就是伊要甲人讲，原来耶和华的话，予我蒙福。Amen。所以咱做阵来讲这题目一遍好无？来，一、二、三，耶和华的话，予我蒙福。阿门。那底下这边要花为怎样何人蒙福呢？那头先咱所看的圣经，伊甲咱讲有四个方面。那这时阵呢，咱做阵来思想哈，这四个方面。那头方面头先咱所看的，伊一开始的阵头一节，伊甲咱讲，用行为完全。那底下这边这行为完全是什么意思呢？原来按照这个神学家因的解释，这个行为完全不是说你一点罪都没了，不是原来他这个原文他的意思是要跟人说是什么呢？行为完全意思是说你已经尽你的力量了，了解吗？你已经尽你的力量去遵行耶和华的律法的人，那他说这个人变为有福。所以第五节他做一个反应，说是但愿我家属坚定得遵守你的律例。原来要花的话，何人蒙福？头一个原因是当人去遵守伊的律法啦。那底下这位，什么是神的律法呢？原来在古约圣经的人讲呢，那神所设立的这十诫里底呢，是神的律法啦。那头四诫是讲咱对神的四诫，头一诫跟咱讲什么？唔通有别个神。第二届甲咱讲唔通雕刻偶像，第三届甲咱讲唔通乱称主的名，第四届甲咱讲守安息日为圣。然后第五节到第十节是六届，是咱对人的六届。那第五届甲咱讲孝敬父母，第六伊甲讲唔通杀人，第七届讲唔通奸淫，第八届甲咱讲唔通偷窃，第九届甲咱讲唔通作假见证。第十诫甲咱唔通贪心，那旧约甲咱讲咧，这十诫来到新约嘅时阵，耶稣予咱两条嘅诫命，记载伫马可福音嘅12:30-31。那耶稣伊向讲，伊讲你能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、尽力爱主你嘅神。第二就是讲，要爱人亲像家己，再无比这两条嘅诫命更加大啦。那第二即位。这就是神的改变，也就是神的律法啦。那我想要问弟兄姊妹哦，你讲遵守神的改变或者是律法容易无啊？有什么讲真正容易湿湿滑滑的？来，举手给我看下，有无？会容易无啊？弟兄姊妹，真侪都摇头啦哈，不容易，你讲对无哈？所以，但是我想问你，虽然咱遵守神的律法是真正不容易，你讲要遵守无？爱麦？要不要面？要不要？要不要遵守？你讲是哦。今仔日有跩人，伊跩误解，伊心想是啥物呢？哎呀，我信了耶稣啦，我 passport 都拿好了，反正就得救了嘛。佮遵守啥物律法呢？所以伊无要去遵守神的律法。那其实这种的想法呢，是唔对的。你讲是哦。所以这款人哈，伊若无要去遵守的思想呢，伊何一个理由啊？伊讲：哎呀，我是人呢，我唔是神呢，我乜有可能去遵守这句话？听住未？你不听到人咁讲无？白无？白吼？啊，但伊是讲人，伊甲你讲出话咧，意思讲伊无要去遵守，伊心想我信主已经得救啦，所以真正可惜，伊对神的话伊误解啦。啊，伊那是头先咱所看的圣经啊，写诗人伫诗篇19篇的第一节，甲人讲啥物咧？
一个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人，这人变为无福啊！所以当你无要去遵守的时阵哦，其实咧，你就失去了上帝要护你的祝福。那可能底下几位主，你心里想，啊，你我要安怎个办法去遵守神的律法咧？底下几位你想要怎样无？那有两方面，圣经跟人讲，咱会使吼帮助到人哦，去遵守神的律法。那头方面是甚物咧？就是神的带领。那这里来讲一遍，我来一、二、三，神的带领。因为罗马书啊，第一章十六到十七节，保罗直接跟人讲甚物咧？我无以福音为见效，即福音本是神的带领。然后讲甚物咧？要救一切相信的啊！那第二即位，咱暂时放是相信耶稣的，甲手下看得好无？Amen， 人拢是相信的对无哈？所以收教你讲，神的带领要救一切相信的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利尼人。所以第十七节保罗佫讲啦，因为神的义啊，都伫一只福音顶显明出来，这个义是本于神，以至于神，就亲像圣经顶所记的，义人必因神得生啦。啊，亲爱的弟兄姊妹。主耶稣，当咱读到这节圣经的时阵，咱心想：哎，圣经不是讲吗？义人必因信得生吗？啊，你我已经得救了，我已经吼罪已经得到解决了，我已经吼在耶稣内底咧，我成为一个义人啦。啊，你不好咯，唔免去遵守神的律法。其实唔是嘅，你看保罗其实都甲人讲，第十六节到十七节，保罗将神的带领。个神的义，伊是连做阵的，所以这两个是袂使分开的。所以第十七节甲你讲，当你信主了后，你白白成为一个义人。但是你爱知影第十六节甲咱讲，这福音就是神的带领啊，伊要救一切信伊的人。所以今仔你了解，今仔你有神的带领，伫点伫内底，神要用伊的带领来救你，来帮助你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，明白无？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以前你跟我未信耶稣时阵，咱拢是靠咱的家己，要去改变咱家己。所以真侪摆，咱要改变，咱改变袂去，咱失败。所以今日咱信主的时阵，主要会帮助咱。你唔是靠你家己，你靠你家己，你定都是失败啊，你定都是失望啊。今日你要知影，你有神的带领，点伫你内底，阿门。所以你甲以前是无相像的，因为你有神的带领伫你内底的时阵，神的带领伊要帮助你过一个圣洁的生活。阿门无？这是头一个原因。第二个原因帮助咱安怎去吼遵守神的律法咧？就是爱神的心。啊，昨天来讲一句话好啊，来一、二、三，爱神的心对啦。那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十五节。耶稣提所讲，你人若爱我的，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啊！弟兄姊妹，我想要问恁，是人爱耶稣的，举手看下，有无？哇，咱拢有爱耶稣，你知无？所以耶稣提到讲什么？你若是爱我来讲哦，你就必遵守伊的命令。原来这耶稣要甲人讲的是什么？当咱有一个爱主的心的时阵，咱就迄个力量去遵守神的诫命。阿门。我记得哦，有一摆啊，我人破病啦，所以我就去我厝内楼下的病所去看医生。那我楼下的病所啊，伊逐日啊早起啊，就是八点半就开门了。所以我一日啊，我差不多是八点三二，我就较紧落去来底排队啊。我心想哦，这一定是排头一个啦。明仔我落去时阵哦，已经有几个人伫了排队啦。所以当我咧排队咧，排伫我后前个是准备做妈妈的，那一抱着小囝，伫到摇着摇着摇着，伫到咧排队。所以我伫到咧排队，但迄一日吼，迄医生唔知虾米代志，八点半了，佫无必要来开门啦。平时袂你又看卖几点半来开门？啊？后前个有人有人又会丢咧，伊九点佮来开门啦。哇！我伫到吼足足等了排队排了九个字啊！
我差不多吼，啊，到半点钟的时阵，我排队的时阵吼，我就感觉我这腰脊骨真酸，你知道吗？我的脚骨酸，头骨拱，龟心能够过啦。我真想要找一只搞一节，但是我找无搞一节。所以伫个时阵，我伫真心艰苦的时阵哦，我就看到好整只妈妈手抱着小囝伫到咧排队，我心里想，哎，啊奇怪呢，这妈妈抱着囡仔伫到排队，伊比我较早来咧。安怎伊袂脚酸手酸，无想要坐搞椅坐咧？你阿姊妹，你甲我讲什么原因啊？哈？对啦，爱，因为爱这细囝嘛，所以甲这细囝有一个关，因为爱的缘故。虽然这囡仔抱咧手顶是真艰苦，是叮当的哦，但是这个艰苦袂记起了，因为爱，所以有办法吼，徛伫到伫抱这细囝，了解无？我伫心想，迄时阵啊，这妈妈。叫我暂时给抱一下吼，我咧想啦，这囡仔啦，给我抱，唔免摇啦。我徛本来无到五分钟，我发觉你坐都垮下落去了啦。你说我安怎会安尼款呢？因为原因是我甲这囡仔无迄个关系啊，无迄个爱的关系啊，所以我抱这细囡的时阵呢，我会感觉真重，你了解无？但是因为爱的缘故，就无相像啦。所以为什么耶稣提到甲人讲，你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命令。原因就伫遮。虽然遵守神的命令是艰苦的，但是因为咱爱神的缘故，时阵吼，你就无受伤，迄感觉就无受伤啦，你就感觉是容易的。阿门无？所以为什么后底咱看诗篇十九篇第一节，甲咱讲遵守神律法的，这人便为有福。阿门。好，第二原因是为什么妖怪会予咱蒙福？咱来看第二方面，所以第二节。到第六节，伊甲咱讲甚物咧？第二节甲咱讲，遵守伊发代，一心寻求伊个，这人便为有福。那第六节伊甲咱讲咧，结果咧看重你的命令，一切命令就不至于见效。原来神的话何人蒙福？第二个原因是啥？神的话叫人不至于见效。你先讲阿门无？今天你到底教会啊？总是有一些人啊，总是有这款的想法。伊讲吼，卖看圣经较好，因为你去看圣经哦，无看无代志啦。你若去看阵，伊甲你讲，这个袂做，那个袂做，哇，拢咧白卡白手安尼款哦，完全无自由啦。所以卖看圣经较好，因为不知者无罪，所以无看无罪嘛，唔知影无罪嘛，所以无必看圣经。唔知影今日两中间有安尼款人无？有无？有无？知道无啦哈，感谢主。那第二只咩？那真个时阵，那是讲误解，那是讲圣经的话是要来捆绑人，叫人无通得到自由。其实唔是的，神的话是要来祝福人。你在讲阿门无？就算你无看圣经，你讲你唔知什么是对唔对吗？唔是嘛？你讲对无？因为圣经跟人讲，等咱头一刚信耶稣的时阵啊，圣灵就点伫咱内底啦。你讲对无？所以，因为咱有圣灵伫咱内底时阵，我甲你讲哦，你唔免看圣经啊。你若是吼有做啥物唔对时呐，圣灵伫内底底感动你啊。你讲对无？你有这個经历无？所以你看到无？以前吼，咱未信主耶稣时阵呐，咱伫犯罪时阵哦，无啥物感觉啦。就比如讲啊，咱伫讲人闲话的时阵，听啥物你有感觉无？我跟你讲啊，你愈讲时阵就愈爽快，你知影无？哇，讲啊爽快，你热的时阵啊，个天茶个落去，哎，无感觉咧，愈讲就愈爽快。但是真奇怪，今仔日你跟我信耶稣了后，你去讲人闲话，你去讲看卖啦。哇，你讲时阵，哇，安得怪怪咧，安得内底真艰苦咧，安得内底有积弊咧，你了解无？这都是圣灵在咱内底的工作，所以为什么啊？圣经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九节，甲人讲什么呢？无要消灭圣灵的感动，你看啦，因为咱有圣灵在咱内底哦，伊在感动咱，所以哦，咱会知影讲什么是对，什么是唔对啦。那第二只咪，圣经话其实按照圣经的规则，伊就比如亲像行，你看啦，伊是要来帮助咱，看到咱这灵性堕落出问题啊，你讲对是无啊？我是要了解在咱中间，心人厝内吼无行的，举手给我看咧。有哦，有啥人厝内无行的？有哦，我心想哦，
至少哈唔肯一个镜，哦，有诶吼，伫下镜内底有镜，房间嘛有镜，有诶客厅嘛阁有镜，你讲对无？安怎需要咱做镜咧？因为这镜对咱来讲真要紧啊！特别要出门诶时阵吼，伊会帮助咱照看咱即个身体吼，穿诶衫裤就好势无好势啊！哦，咱会溜溜好势无？塔门有乱无哈？啊，姊妹若有化妆诶，啊，快白白看我咧无为了长底无吼？你讲是毋是安讲？啊，若是讲吼，啊一边话长一边话短，还是一边袂记话，啊，你着出门你讲安怎样？出歹势，你讲对无？你互人笑嘛，真见笑嘛，你讲对无？所以修行的道理，圣经人讲神的话就亲像一面镜呢，伊在帮助人看到咱灵性到底多落出问题。所以咱感谢主，今仔日咯，大家哦出来拢有圣经，你阿姊妹出来有圣经无？有无？我看唔止一本哦，有诶个几落本哦，啊有诶个圣经伫手机内底嘛有哦，哦，当人也有哦，阿嬷也有哦，几落本哦，对哇？那圣经的话就敢那行呢？但问题是啥？是啥物？当你咧看圣经的时阵，伊当伊照到你的人生都咧出问题的时阵，听即个人的反应，搁是啥物？第雅各书第一章廿三甲廿四节，甲咱讲啥物？因为听多你无行多的，就亲像人对着这个镜，看到家己本来的面貌，看起镜后，随之袂记到伊的面貌如何啊？那这款人是什么款人呢？虽然神的话跟他行帮助伊，但是看到伊家己的面貌多少有问题的时阵，伊无要去处理，安尼神的话就对你无帮助，都无帮我成为你的祝福。但是好在咱所看四篇十九篇，你跟人讲什么？原来神的话要多好让忘，或者因为叫人不知见晓，因为咱看到咱的问题的时阵，咱愿意去处理，愿意去对付。阿门。第三个原因，为什么妖怪会予咱蒙福呢？诗篇十九篇第三节，到第七节，甲咱讲什么？第三节讲，这人无做不义的事，但遵行伊的道。第七节讲什么？我就悟了你的公义的判断，就要以正直的心来称谢你。原来哦，妖怪会予咱蒙福的第三个原因是，咱悟了神的公义。阿门。那什么是叫做神的公义呢？按照伊原文哦，即公义，即神的公义，意思是讲道德的标准，了解无？即道德的标准的意思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咱是伫以前咱未信主的时阵哦，亲戚时阵哦，做人的道理啊，咱拢嘛知。什么是好，什么是唔好，什么是应该做，什么是唔应该做，咱拢嘛知影。你讲是无？但是咱的问题是啥物？人无迄个力量去做，你讲对无？这是以前人所面对的问题，所以让你看这张相。啊，这张相就好像看到咱以前的人生就是像安尼款，咱伫一个黑暗的内底，咱对咱的未来，咱无有盼望，咱就看到咱人生是生活的身不由己啊。因为真阵时阵，咱嘛对咱家己讲，做人吼特别诚实啊，唔通欺欺骗骗的讲是哦。但是问题是什么？当你是一个推销员的时阵，总无你要诚实吗？当你在推销你的产品的时候，你在专业推销，你跟人讲什么？我这个产品真好用，但是哦，真在假变啊！我这物件用个真方便，但是真贵派。那底下这边当你在推销，就有人跟你买无？无嘛？你讲对无？所以当咱在推销咱的产品，就那一定有偌好，就讲到偌好吗？我讲到咧产品会买跳，啊，你嘛够人来买，你讲对无？所以你看到以前人的生活都是在这黑暗的内底，人身不由己。虽然咧在讲吼，做人吼爱有道德的标准，咱将伊放一边，咱只有讲咱活着，只要帮我满足我肉体的需要，安尼就行啦。但是咱感谢上帝，等咱信主了后，神的话就亲像诗篇十九篇一百空格在甲咱讲。神的话就是一盏脚前的灯，是咱路上的光啊！所以等于神的话进入咱的生命内底时，咱看到原来咱的人生是有盼望的。原来咱人生，咱将来要面对的是上帝。所以有一天咱离开咱这世间的时阵，咱面对上帝的时阵，咱伫世间所做的每一项事，咱都要向伊交代。
所以咱感谢主，神的话就入到咱生命的时阵，让咱看到人生是有盼望的。然后神的话跟咱讲什么？伊就是咱脚前的灯啊！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咱以前的人哦，马老跟咱今仔日这年代安尼发达，那今日咱活这年代，暗时的时阵路灯四鬼拢照个真正更真清楚。但是早死人马老路灯，你讲有无？有路灯无？无啦！早死人拢靠着这月光啊！夜光来照亮夜路，所以是无够的。所以早死人需要这个加一个灯啊！这灯是什么灯呢？是伊脚前的灯。所以灯亮了，这灯的时阵啊，伊在行路的时阵啊，这灯就帮助了伊啦。照到裤脚有啥物物件，那是有铁灯啊，那是有玻璃啊，伊就会给讲啊，伊就会在闪开，袂去伤害着。但是伊到有坑有窟啦，伊就会照着，伊就袂去跋滴龙沟落去。你了解无？咱感谢主，神的话就是咱脚前的灯，伊咧引带咱行人生的道路，叫咱学习神的公义。所以咱感谢主吼，伫这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七到第八节，保罗就在甲咱讲什么？用迄个美好的箭啊，我已经拍开了；当走的路，我已经走尽了；所信的道，我已经收掉了。弟兄姊妹，你有注意看无？保罗为什么伊信主了后，伊安尼尽心、尽性、尽力的在拍迄个美好的箭呢？在走迄个走尽的道路呢？在修迄个爱修的这个这神的话语呢？为什么呢？原来第八十保罗跟人讲什么？对待以后哦，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呢，就是按照这个公义审判的主，到迄一日要赐福我的。不但赐福我，也要赐福凡人爱慕伊显现的人。原来保罗跟人讲，你人生在地上，你所做的每项的事，你所学的公义啊，神的将来的时阵啊，你见神的面的时阵，神有这个公，这个、公义的冠冕为你存留。你讲阿门无？可能我讲阿早时阵，在人中间有跩年纪比较大的弟兄姊妹，可能心在想。哎呀，我老了啦，无路用啦，搁学什么弯歌啦，唔免学啦，人就好人一个名 LKK 了，搁要学什么呢？那边这边 LKK 是什么意思？啊？啊？老壳壳啊！我跟你讲哦，以后啦，人叫你老壳壳哦，你一定要红猪的名来拒绝伊 ，Amen？ 你要对伊讲。听好势啊 ！LKK 唔是老壳壳啊 ，LKK 是老强强啊 ！Amen！ 因为我靠到主的话，我咧恶神的公义啊！因为将来有这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 ，Amen 无？噶你边是人？伊个年纪较大，你讲你是老强强，哎，你是老强强，唔是老壳壳，吼、哦！咱个古作这款的话语啊！那是老强强。我嘅第四方面，神会甲咱讲什么？第四节，哦，伊讲耶和华，你曾经将你嘅诫事吩咐个人，为要我骨力嘅去遵守。那第八节，伊家讲伊一个结果咩？我必修你嘅律例，求你总无要放弃我。原来耶和华会予人蒙福嘅第四个原因是什么呢？神总无要放弃你。阿门无？这是何等何等的祝福啊！为什么写诗的人伊安尼款讲呢？因为伊深深的感受到，当这神啊，伊所爱的神啊，就放弃伊啊，对伊来讲啊，是何等何等的艰苦。我给你做一个见证，我记得哦，我头一刚信耶稣的时阵，我是偌欢喜的，我就真紧转啊出来，甲我妈妈讲，我讲妈的啊！哇，信耶稣了啦！哇，我想讲妈都听了个地吼，会欢喜一个吼，卖在吼，贵宾就哦个等啊！我妈妈都跟我讲啊，你这个死囡啊，你好是唔是？你去信耶稣，你是大囝呢？哦，你若信耶稣，啊，将来我是心难搞牙香哇！哇，伊就跟我避免呢。我妈妈都警告啊，你下礼拜啊，你国去教会吼，我就跟你脱离母囝关系啦。哇！迄阵我听人讲先咯，我心想啊，你是咧喊我啦，讲讲就听啦，不要紧啦。我下一礼拜我继续去教会，转个出来，什么代志发生无？我妈妈真的甲我变面啦，
伊无要另外做囝，所以吼足足有四个月的时间啊。我逐天看到伊的时阵，我叫伊，伊就当徛坐阵啊。我叫伊，伊无要插我。我买物件给伊，伊无要食。所以逐天看到我的时阵哦，顿都是透明的啦。所以电视我跟你讲哦，伫四个月内底，我面对这种的环境，妈妈是我所爱。伊竟然安尼款无要插我。我跟你讲，我的内心嘛，迄阵是非常非常的辛苦。但是感谢主，四个月内底，我妈妈看到我信主，生命得到改变。因为以前的我，我一放工回家出来，水长长的我就走出去啦，我就跟我朋友去饮酒啦，饮到三更半暝才回来。但即摆呢，我信耶稣啦，我真少出门啦，酒过了，婚期过了，教也过了，所以我妈妈看到，哎，这细囝。信了耶稣了后，并不是一个歹事啊，所以慢慢伊就接受我啦。所以第二集面，我跟你讲起来见证，我是要跟你讲什么呢？我要跟你表达是讲，当你所爱的一个人，当伊无要插你的时阵啊，你的内心是非常非常的辛苦。所以吼，大卫吼，伊本身就是款的经历。所以在诗篇第七篇第九节。那大卫家己安怎讲？伊基督讲咩？伊无要向我五面啊！你明白无？五面就讲，讲我边面卖看我呢款啊！伊无要发受气啊，赶走仆人啊！你向来是帮助我的，救我的神啊！无要放掉我，也无要离弃我。你阿叔，你看到无？大卫本身已经历着，因为等于做唔到代志的时阵，已经历到神放弃伊啦。所以非常非常的辛苦，伊就做了这祈祷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仔日你信耶稣了，可能这时阵你感受到，哎，我敢那以前无受伤。以前我保罗信主的时阵，我听道的时阵，我感受到牧师在跟我讲话咧。我在读圣经的时候，我嘛感受到神在跟我讲话咧。哦，反正一摆吼，我信主到这阵，你无感受咧。我听到就反正我真爱困嘞，啊！读圣经国甲边讲，读无两百字，你目睭就要开去啦。安怎会变成咁呢？啊，甚至我吼做唔到代志时，你内底嘛无感动呢？亲爱的阿姊妹，那是你已经来到这地步，我要甲你讲，神真正有可能已放弃你了，因为当你做唔到代志时阵，伊圣灵在你感动你，你就不爱插你，你消灭你。当伊接到台顶的信息，甲你讲话的时阵，当个圣经圣经甲你讲话的时阵，你无要插的，所以神放弃你啦，伊出在你啦，你要安怎做，你去做，家己安怎做。所以当你若受这种的感受的时阵，我鼓励你用这节的圣经诗篇第七篇第九节，你向神来祈祷，阿门。向神讲，无要向我五面，无要发烧去赶走仆人。你向来是帮助我的救我的神啊，无要放掉我，也无要离弃我。弟兄姊妹，咱就安尼来祈祷，安尼才当真正咧伫神里内底得到祝福。阿门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最后我甲你看这个相片，咱信主咱的人生，咱知影讲咱的上帝是咱的祝福的源头。即个是咱信主的人，咱拢会向上帝祈祷。求神来赐恩祝福人，比如讲，咱祈祷在事业方面，咱需要神啊，你来祝福我，好我事业会顺利啊，上好是年年步步高升。有可能有人，咱在经济方面，咱求主来祝福人，叫咱唔免为着经济来烦恼，叫咱的钱滚有通够用。有可能咱在家庭方面，咱求主来祝福人，叫咱一家都会和睦。在健康方面，咱求主来保守，好咱有健康的身体，特别是这时阵。叫人唔通哦，去传染到什么疫情？那弟兄姊妹，这种的祈祷是好的，因为咱神是愿意舒服给你个话 ，Amen。但弟兄姊妹，咱求这个款的祝福，国家要紧的一个祝福，咱唔通无，就是神为你的祝福 ，Amen 不？因为神为你的祝福，就亲像这张树叶根啊呢。你喜欢买这张树叶根啊？无去啦。你讲有啥物代志发生？咱继续求神祝福人，神啊继续赐恩祝福人。但当试探来的时阵，什么代志发生呢？这张树就摇动，伊就会倒了。
结果神给你更加多的祝福，拢嘛变成空，你了解无？所以为什么今天咱咧思想诗篇一百十九篇第一到第八节，写诗人讲耶和华的话，予我蒙福。为什么蒙福呢？原来有四方面，伊甲人讲，头方面，伊讲咱去遵守神的话时阵，咱就蒙福啦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即阵咱要来检讨咱家己，咱是为愿意去遵守神的律法的人无？还是今仔日你已经信主了后，你阁是有缘做你自家所做的，你根本将神的律法拢放一边呢？所以你家己爱来检讨。第二方面，伊甲咱讲消化话，互咱蒙福的原因，第二就是啥物呢？叫人不知以见晓，即个吼神的话不知以见晓的人，伊伫思想检讨伊家己的，无论你听到，无论你看圣经，当神的话更少伊生命问题的时阵，伊思想是伫检讨的。你阿是袂，你爱问你家己，今仔日你是毋是思想检讨的人呢？第三方面，神的话怎样予人蒙福？伊甲人讲，你学了神的公义。一个学神公义的人，是一个渴慕热爱神话语的人啊！弟兄姊妹，今仔日你是毋是真正热爱神的话语的人呢？你真熟个听神的道，你真熟个读圣经，你是毋是安尼款的人呢？最后，神的话怎样予人蒙福呢？伊甲讲，神总无要放弃人。一个在享受神同在、无要放弃的人，伊是一个骨力遵守该这律法的人。第二级别，你是骨力在遵守无咧？所以第二级别到四个问题咧问人，每一队那是二十五分，你廿几分呢？今日写诗人甲人讲，这四个就真了要紧啊。严格来讲，今日咱要得到邀花，伊话语的祝福，咱要廿一百分，你讲是无？所以我请敬拜团的弟兄姊妹起来，甲咱轻轻的拍着音乐。弟兄姊妹，就咱听目睭眯起来，好不？咱用淡薄仔时间啊，咱做阵来思想今日神给咱的话语，咱来回应神的话，好不？我相信今日上帝也灵在咱中间，伊要帮助咱，伊要让咱对大以后，对这所在行出的时阵，咱成为一个有话话语，给咱蒙福的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有四个问题在问人的时候，你认为多少方面你需要悔改的呢？好不好？这时候你用淡薄时间，你自己给主祈祷，你求主怜悯你，求主来帮助你。我相信上帝这时候在人中间，他在垂听人的祈祷，他愿意接受你，他愿意帮助你。来来，用淡薄时间来回应。当弟兄姊妹在回应神的话语的时阵，这时阵我想要为两款人来祈祷。头一款人就是在咱中间有一个弟兄姊妹。今天你听了这篇道了后，你心就感动，你对你自己说，对待以后你要好好的来读神的话。但是你烦恼的就是每一次读神的话时阵，你都读不懂，你看不到亮光。那我要为你祈祷，我相信今天神的灵要充满你，神的灵要温故点在你的心顶，叫你对待以后，你开始对神的话语你有胃口，你愈看的时阵就愈爱看。愿你看的弟兄姊妹，你渴慕神安尼的祝福你无？我邀请你徛起来，我为你祈祷。你只要在你座位徛起来就会使，我为你祈祷，唔免拍死。神的祝福上帝宝贵，神在咱中间，人相信祈祷是力量。神要赐福予你，你渴慕神的话，你求主来帮助你。第二款人在咱中间，唔知有人阿未信耶稣无？阿未信耶稣的朋友，若是你阿未信耶稣，我要甲你讲，耶稣爱你，信耶稣真正好。因耶稣予咱的
是一个永恒的生命。你信了耶稣了后，你的灵魂就得得救。在你的人生里面，他要用他的话来带领你，来祝福你。在我们中间有要信耶稣的朋友，你请你站起来，我为你来祈祷。我感谢主，在我们中间有一位信来的朋友，今天他要信耶稣。我大声邀请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，我们陪主的姊妹来祈祷。我说一句，对，我说一句，你是讲华语的，讲福建广东话哈。OK， 我带你啊，好，我带领你。他是讲广东话，我让人讲，等下跟单位做点来祈祷哈。啊，你让他带你，我来为他祈祷，哎，领受圣灵祝福的，好来祈祷。啊，华语啊，要华语的哈。OK， 可以来，我讲一句，你跟我讲一句哈。亲爱的主耶稣，谢谢你爱我，谢谢你为我的罪钉在十字架，流宝血。要洗净我的罪，主耶稣，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，我求你赦免我的罪。主耶稣，我愿意敞开我的心，接受你做我的救主，做我的神。我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恭喜你，恭喜你，哈利路亚！恭喜你，恭喜你。好，你请坐。好，其他啊，其他的吼，每天就上帝祝福的。来，你继续站来。祝你手拍开，我来为你祈祷，我来祝福你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爱我的上帝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今天当我最近来到主你的脚前的时阵，感谢你用诗篇119篇。对我们讲话，让我们明白，让我们了解上帝的话，要让我们蒙福。在天父上帝，你看到我的弟兄，我的姊妹，他们都站起来，他们都带着一个渴慕的心来恳求上帝，今天你真理的灵来充满他们，来温故他。所以主啊，这时候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祝福我的弟兄和我的姊妹，领受圣灵的恩膏的灵灯，祝福一人，帮助一人，打开伊的心窍，叫伊能对待以后开始有一种的胃口来读神的话。就主啊，每一摆伊能咧读神的话，就是如读是如爱读的，因为主的话是甘甜的，因为主的话就亲像水啊呢，要将因水清去。所以，伊人如读的时阵，生命就如来如圣洁的，甚至伊的生命要为主结好美好的果子，来荣耀耶稣的名。所以，上帝啊，你看到我弟兄姊妹现在站在你面前，在领受你祝福的时阵，主啊，你就大大的来赐恩给因。我感谢你，上帝，听我的祈祷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阿门。感谢主，你也准备请坐，我将时间交给赖牧师。阿门。感谢主，咱最近站起来，咱最近来唱这首诗歌，来回应主的话，主会听。主啊，我愿行事坚定，第一遵守你的诫命，我看重你一切的命令。主啊，我愿尽心尽力，尽力来主我的上帝，将我的爱尽全献给你。祝你检查人的心，唯有你在我心，我是真是真来全你来爱你。亲像玛利亚打破盘古，跪拜在主脚前，就接纳我最亲的爱情。我愿行事坚定，第
意遵守你的改变，我扩大你一切的命令。主啊，我愿尽心尽力尽力爱主我的兄弟，将我的爱情转眼乎你。将那我最亲的爱情，哦，祝你检查人的心，唯有你在我心，我是真心真来转你来爱你，亲像玛利亚打破蓬头，跪拜在主脚前。求接纳我最亲的爱情，求接纳我最亲的爱情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上帝话就是我人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那上帝话要引导我人进入蒙福的道路，上帝话要引导我人进入丰盛的道路。那圣经告诉我们讲，唯有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立迷思想，那这个人就是有福的。那伊要亲像一张树栽在溪水边，按时结果子，秀也未孤单。那约书亚记也教我们讲，这个律法册唔通离开你的嘴，总要立迷思想，好叫你会使谨守这个册顶所写的一切话。那安尼款，你的道路就会使行通，你的道路就会使顺利。盼望主帮助我人会使达立渴慕主的话，不但是追求主的话，思想主的话，那我人也要顺服主的话。那第二只要顺服，就蒙福。盼望主帮助我人，好我人会使行在主蒙福的道路里面。阿门。那最近来祈祷，亲爱的主，我人感谢你，主啊，我人。在这个充满着条件、充满着疫情的当中，主啊，我人特别需要你的话来引导我人。主啊，我人求你的话来引导我人走入上帝的心意里面。主啊，让我人按照你的话遵行你的话，让我人会使走到这个蒙福的道路里面。主啊，我人求你赐予我人这个渴慕的心，追求主的心。主啊，好人在每日的生活里面会使尽力去主的同在，读主的话，立迷思想，那帮助我人来遵行上帝的话，好人会使过一个亨通顺利的一个道路。感谢主，听我人的祈祷，愿主的祝福我人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，在这个充满挑战的当中，有圣灵的引导，有圣灵所属的平安，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在他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。感谢主，让我们走到上帝的心意里面，蒙福的道路里面。感谢基督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阿们。那我们的主会就到结束了，那是你需要基督可以来到头前，我们的领袖可以为你们基督，那没平安的散会，祝福你人，阿们。